他有可能会从背后出来。真假的？啊！啊！哇呀！给你一拳，我想。太难了吧！我的天！哇！大家要不要去唱个歌呀？走走走，唱歌唱歌去，带着这个摇滚的心，点歌吧，过来。归归归，必点必点，我点了点了。哎，兄弟们，哟，兄弟，哟，杰哥听过这首歌吗？什么歌呀？哟，你从国外回来，咱就没怎么聊过。来来来，一起来。坐坐坐，坐里边。好，坐里面吧，坐里面。哦，哥，来一首吧。自己不太擅长的东西的话，我会很胆怯，我会很害羞。啊啊！原来歌可以这么唱。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下。歌咋不嗨呢？大家先来个西海情歌，也可以啊。刀郎的。刀郎？你是八几年的吧你？贺杰老师，没有没有，任浩老师，任浩老师，任浩老师主唱。我和杰阿杰一起唱，我唱不上去。没事没事，西海情歌咋唱啊？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。还记得第一天来到他们家里的时候，我看他那个歌单里面都是流传比较广泛的音乐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唱一些这种耳熟能详的音乐，想让他也尽快的就是放开自己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，说尽这些年你的委屈和沧桑变化。好想好想，哇哦，好想好想。为了你，我变成狼人模样。为了你，染上了疯狂。为了你，换了心肠。哥哥哥啊，你得来一个哥。啊，来一个。我屌死！哇，柯洁哥哥，你起来。当镜子有藏了的困惑。他们算老年歌单吗？我怎么觉得我的朋友们也就这些歌呢？歌很适合我，我唱的歌可能更老。冒点无所谓吧，无所谓，那个来个无所谓。该歌了。哦，无所谓。好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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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简直就是围棋界的杨坤老师。谁让谁憔悴？算吧。有过的幸福，是短暂的美。是樱花后，
再会看受累无所谓无所谓啊，和他们唱歌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，因为他们更有趣。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真的和他们相处，你也一起唱歌啊，很开心。对，我无所谓。就让这辆你能擦亮吗？太炸了，太炸了！走吧，上去吧。是一拍，来玩个游戏。来，掰手指。掰手指吗？掰手指。啥意思？怎么玩？就是我们每个人竖起五根手指。比如说我先说。我知道这个。我说我曾经看过山河大海，就假的啊，就假如说我坐过飞机嘛，哦，没坐过飞机的都掰根手指头下去，没有坐过的掰下去，对，就是，如果所有人都有或者所有人都没有，你都得自己掰，啊，来一次试一次嘛，来，嘉哥，拍过戏。我没拍过，不好意思。没拍过掰，没拍过的掰根手指头。没有掰，我掰。哎呦，任总也拍过戏啊？祭天机啊，对，择天记，祭天机，我在。祭天。我没事。对不起，我没事。好，来下一个。我脸上缝过六针，缝过针就算。我是眉骨这边，我是嘴巴缝过，我是脸这边缝了九针，脸破了两半，就这里，哇，啊，两半，也没有两半，就是说我说的夸张，就是这里破掉了，对，碎了，啊，我就剩三个了，我跳了十年以上的舞，我已经这个数了，我已经，我不会游泳，我走丢过，妈，我没了呀。我一句话都没说过，输完了，我已经话都没说过。我掉到过下水道里，差点被冲走了。我也没有过。那你自己掰吧，没有人被冲走过。啊？没有人掉进过，你掰。但如果没有人掰，你就自己说的人得掰。对，如果所有人都有或者所有人都没有，你都得自己掰。哦，都没人掉进过水，只有我自己玩呗。只有你自己掉。你玩没玩明白呀？到底这么半天？不，你吐的那个水是啥味儿啊？哈哈，这啥味儿啊？你上来，我不是说这个走丢了，不想要你了。上来。好，该我了。早都没了。我想一下。谁哪些还有一个的？那我就一个了。他要针对了，他开始针对屠杀了。听清楚了，我的身高是一七打头呢。我也是。